一乐风中酝酿长猪，寿司店向上求生。转转转的寿司，顾客瞪大眼睛，挑好目标下手。这是一家二楼的真鲜寿司店，地点位在南京松江商圈。原本店址在一楼，附近办公人潮众多，商圈饮食竞争激烈，不少一楼房东酝酿涨租。真鲜今年十月回转向上，改在二楼重新营业。时价揭露，该店十月租下二楼店面，月租18.6万，单价约3600元。附近二楼店家还有品田牧场与陶板屋和风料理。除了二楼，也有不少店面选择向下发展，像是地下室的猪排料理福盛亭与排队名店藏寿司。往二楼走呢，租金便宜三分之一也没有错。那往地下室租金呢，会便宜到二分之一。那像有些餐饮业，它分桌率比较慢，它可能会吃比较久，所以它场地要比较大，它才能回本。选择地下室或二楼。商圈餐饮竞争激烈，舍一楼店面省成本求生，顾客为了美食饱餐一顿，要走上二楼或地下室，的确不是难事。